难忘尽唯有死亡，而你的树会化成灰烬。跟我聊聊你的梦境。立刻投降就给你一个痛快，这已经是我大马紫薇了。你休想夺走伊瑟拉之眼。不投降吗？那就燃烧吧。虚张声势的家伙看到我们大军压境就逃跑了，不过那不代表他不会再回来，我们必须去吧，母亲，去看看祖母的情况，我会守在这里。儿子，谢谢你，有事跟我到神殿一趟，伊瑟拉就在里面。但梦境永恒不灭，我们的军团再次团结一致，非得保护梦境不可。你要离开了，祝你有个好梦。跟我聊聊你的梦境。小哥，你完成狩猎回来了，相信我给你的武器一定很有用。很好，去吧，拿下伊瑟拉之眼，把你抓到的俘虏带来给我。菲拉卡需要进行更多测试。遵命。我已经吹响号角，将军团召来此地。麦林瑟拉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就会让他们进攻加拉登，我们一起拿下这次胜利。有事吗？麦林瑟拉说的对，我们的敌人显然有能力突破我们戒备最森严的要塞。我已经召集德鲁伊来这里帮助我们，是时候主动出击，而不是被动应付了。你最近梦到了这里的状况真是惨不忍睹，我们必须展开行动。我会全心全意为伊萨里奥斯领主和索姆尼克斯构思策略，我认为那是我最能发挥所长的地方。我的漫长沉睡结束了，你不再需要我的意见，女儿，但你们说的没错，该是行动的时候了。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加洛克引来这里。我只想得到一个办法，风险很大。我可以驱散伊瑟拉之眼上方的护盾，那会把我们的敌人吸引过来，到时候就能执行你的计划。胆小的野兽，去伊瑟拉之眼，服从主人的命令。加洛克，束手就擒吧。你们赢了，我会战到最后一刻。我们不会再让你作恶下去。加拉登会杀光你们，我们永远不灭如同。给我消失！开始开花了，埃达希尔从全友汲取的力量。正在削弱屏障，在开花结束之前，菲拉卡就会攻破防线。我们力量不够，无法自己面对菲拉卡。
而且我们的盟友无法进入梦境，有东西在阻碍他们。我们不能光是等待援军，一定要阻止菲拉卡，不惜一切代价。我来摧毁火焰结界，退后。做得好，勇士！现在我们必须。看来你掌权的时代结束了，亚历士卓沙。你曾经为了理想而战，菲拉卡，现在你只是在追求力量。没错，而你挡了我的路。埃达希尔绝不会落入你手中，你的执迷不悟会毁了你。这就是你的结局，亚历士卓沙。龙后会孤单的死去。我并不孤单。出来吗？整个艾泽拉斯集结起来反抗你。还做得了结了？你们全都为被烧成灰。梦境防卫者，别让他逃走。阿希尔将会被烈焰吞没。闯入神殿了，要心怀希望，不能破坏平衡。去吧，我们会尽快追上去。星辰之子，我们经历千辛万苦才迎来此刻，
我们的族人饱受战争之苦，历经折磨与牺牲，但在这里，在埃达希尔青嫩的枝干下，我们终于开始得到救赎。对着如今看顾这个圣地的灵魂，我们献上祝福，象征奉献、力量和爱意。我们对着这口月井献上珍贵的池水，仅存的达纳苏斯月神殿的池水，愿它让埃达希尔沐浴在伊路恩的光辉下，愿女神为此地赐下祝福。Bel Amas， 以及女神之臂，在她的怀抱中，愿卡多雷从此安居乐业。Elu Adol。我很庆幸现在我们团聚在这里，我亲爱的朋友。由于各位来这里提供协助，埃达希尔得以四处绽放。泰兰达，还记得你第一次将种子抱在怀里的时候吗？当然记得。我像抱孩子那样呵护着他，向其中的灵魂保证，向他们的牺牲致敬。然后我向你发誓，我会尽我的一切力量保护他。我们都遵守着誓言。我该回到亚登旷野了，我要让平衡恢复，还清欠老朋友的债。母亲，我以为你回来是为了确认我会……我亲爱的孩子，你既坚强明理，又心怀怜悯，你也成为了我期望的伟大领袖。你不需要我引导你了。母亲，我一直都需要你，我一直在你身边，我为你感到无比自豪，我的心肝。切记，时间都是借来的，正因如此，才无比美丽。一切都会没事的。生命生生不息，时时保持戒备，